你要送什么给我啊？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送你啊。那你可以画一幅《浮生未清歌》给我吗？里面的女主角好美哦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小事一桩啊。这就是你要的《浮生未清歌》。这明明就是小鸡啄米图，你根本就在敷衍我！到底要不要给我画？Thank you.